我哋今日好開心嚟到呢一度，祝福呢個公主教校史館，讓我哋熱誠咁參與呢個祝福禮。所以如果我哋話講呢個公主教歷史點樣啊，咁直接嚟呢度校史館啦，啊，到嚟一小時就可以掌握到，可以感受到過呢六十年裏面發生咗啲乜嘢。啊，都有時通過啲實物咧，好嚟講千言萬語，所以啲圖像啊、啲實物咧係好幫助到我哋，能夠好似感覺到、touch 到歷史當中。但是除了自己個人得益感受之外呢，非常重要的要讓更多的人知道。我知道今次這個校史館很多舊生很多的自己因為感覺到都想更多的後輩那些學生都能夠知道，所以親自去到意大利又去到這個披靡的總部專員處去收集是值得的。我希望藉著這個實物的建築使到公主教一個活生生的在一個團體，藉住畢業的同學周圍去的時間，都將呢份精神咧傳揚開去，希望能夠記住我哋 come stay and preach。阿爸，我哋鼓掌恭喜你嘅新嘅婚禮。多謝翻先啦，多謝啦，多謝。光師亦係今次校協會籌委會主席。歡迎親臨親為，實在係功不可沒。而家有請公主教校友會基金會副會長莫偉樂先生。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莫偉樂。歡迎各位同學，盡心盡力，可謂勞苦功高。有請。盡心盡力推動校友會活動，實在係盡心盡力嘅。请我在教子准备三二一起校史馆